记者简慧如台北报道，丁寿忠一区一造势活动今天开跑，前总统马英九为他造势站台，但也提醒丁公事要更为凌厉，与民众互动更深入。政协要说的十分清楚，丁寿忠北市十二区党部后援会从今天起陆续成立，丁寿忠从故乡北投出发，今天在北投举行北投区后援会成立大会，前总统马英九、国民党副主席等人都出席站台。丁寿忠表示，他从北投出发，连任北投立委二十多年，但是对北投仍一直有未尽的遗憾。马英九称赞丁寿忠做人诚恳，做事认真，很适合当市长，但是希望丁寿忠接下来公事要更为凌厉，与民众互动更深入，政协要说的十分清楚，相信他一定有机会让台北市变天。这些年看到台北市衰败，建设没完成，应该要拨乱反正，收拾河山。